请按路线前进。请按路线前进。请按路线前进。请打开箱门，选择电路元件，查看信息。请打开箱门，选择电路元件，查看信息。请打开箱门，开始接线练习。请合上漏电保护器电路开关。请进入抱床工作区。木工抱床线路故障，请检修。请按路线前进。左手取出干粉灭火器，请用右手拔掉保险销。右手手柄端住平底或侧。火势太大，请取消防水袋灭火。拾取扳手，开启消防栓。火势太大，请取消防水袋灭火。拾取扳手，开启消防栓。请打开消防器材箱箱门。请取出消防水枪，请拾取扳手，拧开水阀，将消防水枪对准火焰根部，开始灭火。发生涌水涌沙事故，请用对讲机报告。请按键通信，汇报险情。请拾取模板铺设临时抢险工作平面。请拾取铁锹，清除涌水点的淤泥。请拾取电钻，打孔。
左手拾取钢板，右手拾取膨胀螺栓，固定钢板。请拾取引流管并安装。触控按钮切换到地上场景。按开关启动引孔机，向涌水点钻孔，正在注浆。请触控按钮切换到地下场景，查看注浆效果。请触控按钮切换到地下场景，注浆完成，查看注浆效果。关闭阀门后拆下引流管。拆卸完毕，开始封堵操作。拾取瓦刀，放入灰桶，挑出水泥，滴入孔洞。封堵完毕，抢险成功。